大大，第一次说相声吗？第一次，感觉怎么样？嗓子声音越跑越高，嗓子都哑了。越跑越高。嗯，我看刚才在台上一直在跑调，是故意的吗？还是一直有跑调吗？你再唱两句，那个飞老鹰来。对，来一下这个，对。我蓝蓝的天空飞老鹰，我在东北眺望北京，用心倾听是母亲的声音，喊我穿上秋裤不会冷。你觉得跑没跑这段？这个真跑了吗？好了，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啊。哥，你觉得他俩咋样？我觉得他俩啊，我觉得张大的今天还可以，问我师傅吧，我师傅说两句。这个组合还不错，这个张大的表现还可以，是吧？他没说过相声，但是很多地方呢，有些个节奏啊、状态还是对的，只不过就是没有时间。你比如说，给他好好的规着规着，还是瞧得过去的啊。谢谢郭老师，谢谢郭老师。说实话，舞台上郭老师的评价，包括观众那么的捧场，我还是认为大多数都是给我的搭档小菊的。但可能也有给我的一些掌声，太珍贵了。那我也跟着你沾光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是我们俩双赢。开心，这个真的增强了我在这个节目里的信心，是真的。我突然真的喜欢上《欢乐喜剧人》的舞台，找到了开心的感觉了。